真正的钙花是有开窗的，同时还有其他入土特征，你比如说轻微的土石土咬、沁色，当然这些沁色是我们能看见的，是一些沁色比较重的，有的看不见的，它不是不存在，只是因为这个玉变得不透光了，它掩盖了沁色的色根，所以说我们感觉沁色没有了。假的呢，它不会同时具备这些现象。我曾经上造假基地买过一件，见过他们慢慢的把玉放到这个烤烧饼那个炉里转着圈的烤，离着那个火焰大约有30公分左右，烤的貌似有钙化。当然这个玉质也不是个好材料了，火烧的它会出现很生硬的裂，或者是网格纹的这些裂啊。利用料上带着风化的这个皮子呢，在加工的时候，它会把皮子里边含的一些沁色呀，其他的一些入土特征和工之间有一个关系错乱的现象，一定要结合着所有的特征现象来综合判断。